出现状况，前面那个老大哥，他后面的老婆掉在半路，他却不知道，然后跑了好远，突然发现后面没有人了，于是我们现在就停下来等他，在那里。苏哥这次来芬兰选择的酒店呢，在网上还是蛮著名的，噔噔，极光玻璃穹顶酒店，带你们看一下房间吧。床，床，玻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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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room tour 结束了。房间呢确实比较小，但是玻璃的话，如果说晚上可以从这样子的玻璃穹顶上看到极光，应该是一件非常非常非常浪漫的事情吧？我就可以用 Mate 20拍极光了。想想就好浪漫哦，不知道这次运气能不能这么好呢？要插播一条紧急情况，其实也不算紧急了，反正我要承认一个错误，就是我把我手上的一台 Mate 20 Pro 丢了。昨天呢去完了哈士奇学校，玩的实在是太开心了，然后就在滑行的过程中，我的 Mate 20 Pro 扑通就到了雪里了。 Oh no！ 而等我发现的时候呢已经太晚了，没有办法回山里面去寻找，现在距离事发时间已经超过了30个小时，但是我发现了一个非常神奇的事情。他竟然还能打通！哇，30个小时嘞！他被埋在一个-15度、-20度的冰雪环境中，直到现在还能正常接通。这是什么抗寒的神仙电池啊？好吧，现在呢，我们就去好好的测试一下华为 Mate 20的抗寒能力，看看这块耐寒的神仙电池究竟怎么样。这里呢是波利尼亚湾的艾塞克斯港口。是的，苏哥来到了瑞典。为什么好好的芬兰我不带来到瑞典呢？因为很简单的原因，这里有发现者号破冰船，是不是已经急着要上船了？ No No No， 在上船之前呢，苏哥还要做一件事情。现在距离我的小粉仪式已经超过了64个小时，所以我需要再给他打一个电话，不知道现在还能不能接通呢？我的天哪，我的小粉竟然还能接通，这到底是什么神仙电池啊？上船之前是不是应该让 Mate 20先瞻仰一下船的风貌？此时此刻果断要打开广角，体现一下发现者号的雄伟。形容这个地方有多么寒冷呢？泰坦尼克号你们看过吧？杰克和肉丝死掉的那片海只是有一个冰山，海还是液体的状态，但是这里所有的海都结冰了，真的很冷啊。低温环境呢号称是手机的电池杀手，现在的气温应该是在-20度以下了，所以我们来试一下两台手机 Mate 20 Pro iPhone XS Max 在这样的情况下各项功能是否还能正常使用。所以我现在把它们俩都控制在相同电量， iPhone XS Max 的电量是35%，华为 Mate 20 Pro 的电量是34%，让他们现在开始放心大胆的迎接寒冷吧。我们先试一下 Mate 20哦，首先是拍照功能，完全没有问题，非常的流畅，好像一点都不卡顿，还能自动识别出现在是雪景。来，我再拍一个广角，体现出一下这个地方的，哇，现在就感觉这个地方的空间感十足。然后主页面的滑动也是非常流畅，没有任何的卡顿的，包括随便点任何的东西，都没有任何的卡顿现象。再试一下现在的面部解锁是否还可用啊？完全没有问题。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 iPhone XS Max。好像不让我用面部 ID 啊，
不是特别确定，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受低温环境，他现在没有办法识别我的脸，所以我觉得低温环境应该是会影响他的面部识别。我们看一下其他的功能，好像滑动起来有明显的卡顿现象，重影，然后响应也不是太有明显的延迟。他现在已经没有办法按照我手指滑动的这个速度开始给我反馈了。哎哎，现在已经花屏了。我的天哪，我的 iPhone 现在已经花屏了，这上面写的是什么？花屏了，花屏了。再发回来看一下，已经不是很响应我。好了，刚刚就是已经出现了明显的花屏，看现在又卡顿了。明显能看出，就那拨号界面，包括我像这样上下滑动，它已经不给我任何的反馈了，真的没有任何的反馈。我的 iPhone 死了吗？吓死我了，你看现在 iPhone 已经，它现在已经上下左右好像都已经识别的不是很利索了，所有的东西都已经不显示了。来，我们现在试一下拍照功能，相机是不是还可以正常使用。为什么是黑的？哎，为什么会这样？我的相机坏了吗？大哥不要吓我。哦，好了啊，现在已经没有办法像平时那样一按就拍出来了，按了以后它会有一个等待的时间。就我们去别的地方。你看，看见没有？是不是明显的？明显的跟不上我的运动了已经。但是我想说，寒冷不仅是电池杀手，更是手指杀手啊！我现在已经感觉手僵掉了。不行不行不行，再戴起手套。所以这时候我想说， Mate 20它是支持手套模式的，所以在这样寒冷的环境下，我可以不用摘掉手套直接去操控手机，真的是非常非常非常贴心了。然后我戴着手套去滑动手机的操控界面，包括去点击相机拍照，选用夜景再拍照，好神奇啊！在这么寒冷的环境下， Mate 20 Pro 像是没有任何的事一样，耐寒性真的是杠杠的。现在实在是太冷了，我得回室内了，所以我们现在看一下就这一段时间说了这么些话之后两个手机剩余的电量。 iPhone 还剩11%， Mate 20 Pro 还剩25%， Mate 20 Pro 剩完胜啊。走了走了走了，冻死了冻死了。带你们看一个更好玩的东西。泡泡水都冻得已经结冰了，太冷了，真的，结冰了，结冰了。北欧的行程即将接近尾声，一想到马上要跟这个-25度的仙境说拜拜了，内心还真的有点小小的舍不得。最近呢，有一部漫画在网上特别的火，它是说芬兰人有多么的内向以及社交恐惧的。但是我这一趟来到芬兰哦，完全没有觉得芬兰人是如此的不爱交际。他们可能不会一直滔滔不绝地说个不停，但当在你需要帮助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他们已经在那里默默地帮着你了。手机也是一样，酷炫的功能琳琅满目，你可能不会时时刻刻都会用到它们，但当在你需要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它已经蓄势待发，就在那里，特别像是一位贴心的资深老管家，协助着你探索一方世界。
Okay, it's like this, Ravel.拨打的用户已启动通讯助理乐话提醒，您留言请按一。